看这个航图啊，今天下雨，路上呢车堵，天上呢飞机堵，你看都堵的什么样子了？你看天上的那飞机等着排队下降呢，我的天哪！2点整，大家好啊，现在是下午2点整啊，然后现在是2022年的12月3号，今天礼拜六，现在是下午2点，现在下的大雨呢，我靠，从昨天晚上就今天凌晨啊，下雨下到现在，然后早上呢我就不愿动啊，我就搁家看看哪儿啊这个发洪水了没有啊，顺便看看哪儿噪音呢，顺便就看到那个机场的航线图，我给拍了那么十来秒钟，然后看一下这边是往哪边走，往右走，就是你看这个地上这个车辆在马路上堵，那天上呢，哎，飞机在天上堵，区别是你在地上的车，你堵着就是慢慢停在，或最次也就是停在原地啊，慢慢往前挪是吧？但是飞机你不能停啊，你飞机停不掉下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只能把那个圈呢给画大啊，一个飞机画一个圈，一个飞机画一个圈，整个这个长岛。拿骚线了，这是这上空啊，全是飞机啊，至少得，我估计得有个10几20架飞机啊，甚至更多，反正就是一个飞机场的飞机就这么多。你看，加上什么拉瓜地呀、纽瓦克呀，哪的飞机？你看这天上，我操，怎么着也不得上百架飞机啊，在这盘旋排队呢，我的。哎呦我天，这个今天13度啊，但是感觉这个温度啊，比昨天5、6度还要冷，我操，这是嘛邪门了，刺骨啊！现在接的这一单呢是大概10块钱的，300多啊，非常近，就在前面往左拐就到了。噔噔噔！但是我今天还出来下，哎，雨是不是停了？哎，怎么这雨下的真恶心，说停就停了。哎呀，然后这个雨一停吧，那天上飞机就呼呼往下降了，一样接一样的降了。哎呀，基本上做到一分钟一个航班了，非常快，嗖嗖的往下降。哎呀，然后今天是。天气报了啊，日期报了，时间报了啊，都报了。哎，聊点啥呢？就那么几分钟。哎，聊点昨天的话题吧。昨天话题非常有意思啊。其实这个话题呢，在普通人当中可能会比较罕见一点，但是你看现在那些明星啊，这个都不是事儿啊。他们是，你看那个举个例子，像陈坤他儿子，他是不是代孕出来的？这个虽然说没有确定，但是呢，很大概率是吧？还有那个谁，那个出了名的那个女演员叫什么？郑爽对吧？郑爽那个生养儿子是不是也是那个代孕出来的？这个是实打实被锤了的，对吧？就是被代孕出来的。他被那人骂的这个地点呢，不是代孕出来的孩子是吧？是他那个不想养孩子，知道吧？不想抚养孩子，所以说这个就是管生不管养啊。就是但是呢，他你看他那个他是不想生孩子，他用自己的卵子和那个男的叫什么玩意儿，然后呢再找一个这种代孕的妈妈，然后呢就把这孩子给生下来了，是吧？免得自己生孩子痛苦是吧？但是自己又拥有孩子，本来是件好事是吧？有生孩子，总的来说是件好事。但是你不养孩子，那不就这个事儿就大了嘛，对吧？特别是在中国，对吧？中国你没看到讲吗？代孕这个事情，从法律和道德是吧两个层面，在中国都是犯罪，都是不行的，是吧？但是你看，在美国又就当然了，不是全美国，美国是很多州呢，也有很多州它不允许，但是呢，也有些州是允许的，像那个加州啊，像那个中部的那个芝加哥那个州叫啥州来着？还有一个州，反正大概有2-3个州，它那个法律啊是这个是允许的，而且呢，规定的比较到位啊，但是有些州呢，它是法律不允许，但是默认啊，这也是有不同的情况，所以呢，这也要看自己的需求是吧？需求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像咱们这种屌丝，我操，10万块钱，他妈的攒够了，也没有钱养，最后我操，哎呀，这也是没办法，我操，这种太穷了，没办法，那种穷屌丝就是，哎呀。如果是能把价钱那个打成10000块钱一个的话，那倒是很大的概率。哎呀，我今年明年我可能就那个了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不好说。这个人不能那么草率的做决定，是吧？咱能讨论归讨论啊。好了，我先到了啊，我就到这儿吧。Hello， 现在是下午3:05，我接了一单麦当劳，后来又来了一单，总共2单麦当劳。一个10块钱，一个7.75，都比较近啊，大概就是1迈多，大概就是几分钟就到的事儿。哎呀，还算是不错了，还算是不错了。送完这2单我就回去吃饭了，吃完饭下午晚上看有单子就做2单，没单子就算了，反正这个礼拜吧算是购物季的购物季之后的一周，非常惨淡。报油价啊，3.57块，我昨天加油是加的三块多少呢？3.53块吧，还是3块？哦不对，我加的4块，哎我加多少钱的油，反正加了40块钱油吧，反正就是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我要往哪边拐了，非常近啊，就在这边，我看一下啊，
在前面，在前面。加了40块钱油，前几天加的油，差不多我现在如果是不忙的时候，差不多也要三天四天加一次油。忙的话呢，也就是一天半两天的事，也就是这个路途啊，反正就是有时候一个礼拜，像这个礼拜不忙的话，差不多一个礼拜也就加两次油就够了。忙的话可能差不多要加个3-4次油。现在也不太忙了，可能要往左拐了。我现在要往左拐了。好了，我们待会儿再聊，待会儿再聊吧，先到这儿。OK， 我们送完第一家，我们送第二家了。上个礼拜呢，我差不多也就做了750多。上个月吧，上个月11月份加一块吧，差不多也就是2000多一点。可能在你们看来这个钱太少了啊！哎，一个礼拜才赚700块钱。你看，在加州在哪儿？我操，2天就干8-900了，我靠！这边确实是不是特别好的地方。哎呀，但是他妈的自己习惯这儿了，一去别地方重新开始吧。现在这个年纪有点，哎呀，真是不太愿动了，不太愿动。哎，可能人家一个礼拜能差不多就有2000多了，我他妈一个月才2000多是吧？哎，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所以呢，我现在也无所谓了，我操，现在也就这样了。钱多点能干啥？钱少点能干啥？对不对？钱多了你也去也成不了家是吧？钱少了你更不要讲了是吧？就这样吧，反正就是对吧？哎，没啥挑的。哎，捡到篮子就是菜，还什么挑？摘捡。哎呀，老郭。现在吧，我一看视频吧，它有一个自动连放的一个功能，它每次这个看完一个视频吧，它就自动连放到老郭的这个相声里面。哎，我觉得也奇怪，我也没关注老郭呀，为什么老是给我推相声呢？哎，也是邪门了。4块钱3.8卖 7-Eleven， 哎呀，垃圾单一大堆。好了，今天到这吧，今天有话折刀，无话折不刀哈。今天到这就不刀了，今天下雨，3点钟吃完饭，4点5点6点7点8点。9点啊，差不多还有5-6个小时，能干就干一会儿，不能干他妈的就回去睡觉了，赚他妈什么钱？哎，带着难受，娘的，拜拜，就到这儿。